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台北向红灯村人口外流严重，村内老人比例高，为了照顾这些老人，就有一位村民詹宏珠决定在村内做社区。自1903年开始到今，现在已经有服务大约60位老人。除了每礼拜两天的露营课程，中昼嘛提供饭菜和点杯。不过因为一直无去向管府来申请做重庆食堂，所以经费的部分拢是靠着村民自筹，或者是热心人士帮忙，相当无简单。一透早，社区的志工妈妈就无闲咧准备中昼，小等下就要来将饭菜拍包，予村内大约60位的长辈食一顿饱。因为社区的资源有限，一直以来拢是倚靠热心的志工，才有法度来完成饭菜的提供。我就是讲来遮无聊，罔食。罔做，罔做。嘿，无聊啦。哦，啊，一做就已经3年外啦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说讲煮遮饭菜哦，遮是大家，你有心来感觉吼？很高兴啊，因若食完就好啊。哎，你这个做多久了？做多久哦？陆陆续续做，不是每次都过了。算是你有空就会来帮忙。对对对。大鼻乡红灯村人口老化严重，为着看顾这些老人，就有一位村民詹宏珠，自1903年开始，在无资源的状况下开始试办。期间虽然有申请要做长青食堂，不过并无顺利。但是伊的想法真简单，就是要做就要做较好。反正就要做啊嘛，就开始做。啊，开始做了后，哦，哪做了半年哦，真辛苦啦，拢。因为你不要算嘛，七八十个你吃，你出来10外个志工，所以讲你的物资啥物遐，你算袂准，也不要算。啊，你到一个月底结账哦，惊死人，拢6万外块呢。你不要算啊，哦，啊，到尾啊，咱的志工吼，咱食堂这志工，咱都分班，嘿，咱都一届拢4个、5个，嘿，啊，来这家做安尼。为了要社区顺利营运，詹宏珠也号召村民斗阵做一寡食品、小食，去大型的活动中摆摊来贩售，加减补贴一寡开销。同时也有参与县政府办的社区 PK 赛，将环境做整理，让长辈伫遮会当食较快乐个舒适。有法度甲即个做起，因阮家有找出路，吼、哦、都阮有做挂包啦，诶、啊做肉粽，哦啊做咱的水晶饺，啊咸菜啊，咱拢有敢订，啊咱拢会用出去卖。啊，这上重要是咱社区的资源啦。要开始煮啊，吃。哦，啊，因这大刚说讲，穿这个饭菜，恁家你心内感觉安那？袂歹啊，嗯，吃好啦，吃好嘿。这你是钓吃到吃到车，吃到班啦，有啦。吃感谢。吓，吃感谢对啦。詹宏珠进一步表示，今日是社区会当推动甲遮尼成功，可是热心的民众和贵人一路上会斗相共，才会当来顺利应运。现在因唔呐有提供饭菜，每礼拜也阁有两天的露营课程咧推班，会当讲是变作在地长辈的快乐天堂。记者林可华差不多。